109级的化生寺，人修的话加宠修的话，这是一个3200，辅助技能一个满强撞门，人数1200啊。化生寺，化生寺再加阴曹地府加武装冠加方寸山加化生寺啊，这个小子你看他就是不玩输出。鼓起勇气玩过了一把武装，还转回来了，估计转门派也没少花钱了。200的神鹰小驴，200的飞天猪猪，地江的话再加500，店里体验过蔚蓝和特斯拉，就进里面坐一坐。见过50红光迷你吗？没，但是应该感觉很时尚。再加上开完神器750，帽子流云加化魂1200，愤怒加化魂。兄弟们，这个腰带得卖多少钱？这腰带是人造的，然后呢，雪防很舒服，还带套装。这腰带得他妈1000，这腰带我感觉得1000啊。套装太屌了，109最屌的套装化魂套，水清混沌兽，这个鞋子尴尬了。你是按混沌兽卖还是按水清卖？水清跟混沌兽很少会同时用上。198加光辉之甲，十段宝石灵力还这么低，真的垃圾，垃圾垃圾，真垃圾啊！减就60，出灵他妈149，还熔炼了11，出灵138。这项链真的，我等会儿随手鉴定一个都比这个屌啊！衣服的话挺厉害的啊，衣服的话1800。武器的精青，兄弟们，这个白板的精青武器能给个价格吗？我为什么，我在想老板为什么要带白板的精青？这精青武器为啥用白板呢？伤害确实高啊，316除以3加349，武器的话454，180级的武器480就算不错了，520都属于天花板了，简易最高才550。这把武器454挺高了，给他一个100啊。高伤的话可以让他法系秒的时候固伤更高，他这套耐属性加点啊，可以防力劈200啊，再加上一个1300，双治疗有点拉，双速度的话200啊，四级的血气防钢啊，大概的话能卖上160一套。好了啊，还有备用的双封印，这个垃圾啊，罗汉金钟加机关兽，这他妈得给了个人造，给了个600吧啊！这个号是一个取号，马上就知道价格折痕，还是不准了。89级的壁垒全红的这个叫做大蜈蚣啊，宝宝装备43加9，41加40，这宝宝壁垒的多少钱啊？550吧啊，毕竟是壁垒，800块钱不可能啊，800块钱不可能。这只宝宝跟变异的蓝书比哪个好？你们选择一个高资质变异的四技能鬼将，还是选择一个不变异的但是有高级必杀的鬼将呢？啊，这只宝宝巅峰时候有过须弥吗？哥，我想死个明白。这只宝宝已经进阶了，这只宝宝最巅峰的时候有过须弥吗？如果有须弥，你拍的是在魔心吗？啊。这宝宝20块钱有没有人要？进阶的化魂20块钱啊，变异的就没有过须弥啊，15最多，就给20，爱买不买。野四技能化魂野生的啊，鬼将是刚拿上去的，那只鬼将不用算啊，再减去一个250，150有人要吗？它是野生的啊。那你想想，它野生的毕竟带大高魔心，它是野生，是那种纯野的吗？等会儿我看它是不是纯野的啊。就是如果那种假野的话，属性点全是43 43 43，它这只宝宝我觉得它是野生的，但是是那种假宝宝，然后呢它就是故意把属性点弄得乱七八糟，让你以为它是只真宝宝啊。15190啊，15190，觉得贵了还是便宜了？优点一带一个流云化魂，带一个愤怒化魂，带一个高敏化魂，水清化魂，装备还可以，空号还可以啊。但是感觉宝宝没有什么优点，两只宝宝一般，还有只宝宝后拿上去的，打一个折啊，打个0.95。价格锁定在14430，14430啊，看老板多少钱买的号。
所在服务器文兰阁有点鬼啊，有点鬼。等一下，那就0.925折吧，原价是多少钱了？我为什么要打折呢？老板购买的价格呢是15,500啊，15,555，差距的价格是1,505。在道具里有一个晶晶，有一个罗汉啊，它还有晶晶罗汉，行囊，20级锤，20级宝珠。你们觉得这个号哪儿垃圾？其实这号装备是很高的呀。说这个号不行的话，应该是绝大多数看了他的宝宝，他是有三属性灵视的呀，兄弟们。而且不是专用的，人家是有三属性灵视的，他只是宝宝拉低了这个号的综合档次，让你们对这个号有个错误的判断啊。就是你们觉得这号是垃圾，不如你，但是你没有仔细看，这个三属性超越直播间90%的兄弟们。别说你们了，他的灵视比我的灵视都好吧？我的是7段的双防御一格挡，他的是80级的双吸血一防御。去掉星辉石的话，他的肯定比我的好，对不对啊？这号看着不舒服，但是人家该强的地方是很强的啊。娇娇，你他妈啥也不是，说的根本就不对。什么叫把话当刀把上？这他妈是刀把吗？人家这装备好卖，这衣服好卖，帽子好卖，腰带好卖。人家这4件装备啊，这个1000，这个1000，这个1500，这就是秒杀价啊，这就4500了。4500那家1000，人家秒杀价就5000多了，对不对？空号加其他的10,000块钱，那你觉得贵不贵啊？还是有点贵啊。他这号只要更新2个宝宝就行。老板，这样吧。